医生，我女朋友几时才能醒过来？这个很难说，全要看你女朋友的求生意志了。宝贝，什么时候可以起来呀？哎，宝贝，你终于起了，我还很担心你起不来呢。现在几点呀？9点。从哪里鬼混回来？我今天加班。我跟你讲几点要煮晚餐。我有跟你讲今天点外卖吗？你再讲一次啊！你再讲一次啊！你想什么你？啊！真的是还跟我顶嘴，还跟我顶嘴！我这样叫你是不是真的去加班啊？再讲一次啊！那个盐完了，我去买一下盐。快去开会。哎，子琪。哎，哥哥，还真的是你啊！最近过来好吗？嗯，不错。哎，我看到了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我的手也是。走，带去看一下。哎，子琪。咦，这是谁啊？啊，是我哥哥。真的吗？啊，真的是我。哎，你是？我是他男朋友。哎，宝贝，我的盐买好了。那我们有事情，我们先回家，下次再见。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？啊？你只能是我一个人了，听懂了没有？听懂了吗？啊？听懂了吗？背着我偷搞你这个臭！是他是我表哥，我看他像是你的小王八啊！操！臭婊！没。Thank you.
医生，我女朋友几时才能醒过来？这个很难说，全要看你女朋友的求生意志了。阿飞，什么时候可以起来呀？哎，宝贝，你终于起了。我还很担心你起不来呢。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他，他受伤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时候。你看这个新闻，这个男的死得很惨呢。诶，这个男的上个月我才去他们家看病而已，他女朋友很像很多那种家暴的痕迹。哈，真的啊？这样有没有可能是他女朋友杀的哦？你觉得那个人是他女朋友杀的？有可能。